OK，我们的前盖就这样子顺利打开啦。OK，我们的前盖就这样顺利打开了，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COB，就是我们的 LED 晶片的部分，就这样小小一片，那后面全部都是散热的铜管，然后连接我们的散热器，所以我们今天就继续的把它，哦，上面也起来了，所以我们上面的部分呢，我们的风扇接头就在这边，我们直接把它拔起来了。就是这里啊，我们拔起来，这就是我们就是平常电脑，就是在这里，就是这个啦，我们平常电脑的三 pin 风扇接头就在这边，直接一个正负极固定的风速，然后来散热我们这整盏的摄影补光灯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换这一个风扇，但是现在插头在上面，我们风扇在整个灯的底下，我们要继续拆这一盏灯，把它拆到下面风扇可以拔起来为止啊。我们先测试一下我们的风扇噪音啊，看有没有改善。然后没有改善，我们现在测试一下我们新的风扇跟旧的风扇噪音差多少。